没事吧？你听我解释。我说过了，不要再出现在我面前。你为什么不听？你是谁？我就是大牌叔了，想偷点钱回个本儿。啊！ 您这是，我就是想来偷点钱，就被打这么惨。蹲下！李青，报警！老板，我来。喂，幺幺零吗？我们这边有入室盗窃。疼吗？你真是全宇宙最大的傻子，就算有超能力，那也不能不要命啊！放心吧，我没事。不是没事。小麻雀，你没事吧？如果连所谓的男朋友都保护不了她，你的存在有什么意义？疼，快，哎，追追追追追！小麻雀，这里不安全，住我家吧。没事，你先走吧。嗯，谢谢你。但是你，老板，小偷已经交给警方了。那行吧，你要是有什么事情，第一时间给我打电话。嗯。慢走，不送。你这个软饭男，给我等着。 看看怎么弄成这样，下次不许这样了，知道吗？二哈，追个招吧。你和那个男人都找不到，二哈也没办法。你这个没用的东西。二哈不是个东西，二哈是机器人。哼！主人，你回来了。我累了，我要休息了。 用的外星人，我。